继续来看是中部乡的住民村响应着政府的登记照护政策，伫咧四月初开始举办着关怀祭典，透过创意的课程去引点被参加，提升着社会的参与。伫咧无亲自来到进前，中部乡长李碧清和民进党嘉义县长候选人翁章良特别陪着点被做伙来做手工课程，同时嘛送上着康乃馨来表达祝福。中部鲁民村的村长翁永德和老人会会长向金水主动发起合照，响应政府照顾老时代的政策。四月初每日拜五举办关怀祭典，并提供餐食，同时也开放邻近的社区点被参加。目前有33位民众报名，大家一早就来到社区中心做手工艺品。像这种捏塑的这种课程呢、啊，一开始，阿公阿嬷他们会觉得比较精细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啊，就会开玩笑说，老师帮我啊什么的。可是慢慢的，像已经第二堂了，他们已经可以开始自己去创意，然后会有很多表情就会出来。那我就觉得他们其实是自信心的慢慢的建立，然后打开自己的心就往外走，然后跟大家一起学习。我用塑器的这动作哈来照顾啊，在做一些老者。鲁民村的村长翁永德还在乡民支持捐赠十五万，替村办公室添购老人福利设备。现在每礼拜邀请老师替长辈上课。中部乡长李碧晶和民进党该县长提名候选人翁章良，趁着母亲节前夕前来关心，也发送康乃馨。在我当了妈妈之后，我更能体会当妈妈的一个辛苦啦。因为有妈的小孩像个宝，那虽然有时候他难免唠叨一点呐、可是真的就是一个关心。那现在的社会呢，其实很多都是职业妇女，我当下要工作要兼顾家庭，所以真的不容易，真的很像神力女超人一样。所以毕竟也在这边向全天下的妈妈致上崇高的敬意，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是今日是说对啊，家己的士大人表示感谢的日子啊，所以啊，即马全台湾头到台湾尾，讲实在啊，大家拢咧庆祝母亲节，拢咧分康乃馨啊，我感觉有这个节日，予大家会当提醒今日是说，爱对妈妈表示感谢啊，妈妈会当讲，尤其是农业群的妈妈，拢是啊做土牛，拢做辛苦啊，像做囡仔的做食啊，这个拍拼较老吼啊，艰苦。拢是为着今日时势所以我想伫即个真正重要的日子请大家一定要对妈妈表示感恩，答妈妈讲母亲节快乐。中部乡长李碧晶表示，真侪长辈独住在厝内面对电视，生活真无聊。你关怀祭典提供活动，让长辈生活更加有乐趣。因此，中部乡公所辅导各社区成立关怀祭典。目前中部地区核准通过祭典申请有和兴村、福寿村、石人村。提案当中有丁寮和鲁民社区，未来祭典将配合政府政策，作为长照的 C 据点。母亲节上啦！母亲节上啦！新闻客户黄中波乡采访报道。